不是说那个，你听不懂我意思。我是说你们在同一个处所超过五个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嘛？所以朋友确定了嘛？对啊，你问他是不是？现在疫情期间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能超过五个人啊。我们那边是喜欢挤在一起。啊，另外一个人，他不住这吗？对啊。意思说全部不住在这里嘛，超过五个人嘛，他们就不是住这里啊，你也一起啊。他男朋友不来陪我，啊，我男朋友啊。那他嘞？我那就不是没。他里面还没有的。口罩戴啊！先戴起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吃啊！口罩先戴起来。还用了。吃东西一下而已啊，我没有喝酒了。我不是说那个，你听不懂我意思。我是说你们在同一个处所超过五个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我们今天依规定来登记你的资料，这个、是《交通卫生防治法》的规定，说目前疫情不可以超同一个处所不可以五个人。那我们今天干嘛？今天聊天。那、啊、现在还没那个呢，还没解封呢。防疫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会函给卫生部啦。是十个人以上。对啊，你们这边有十二个啊。自己人啊。什么自己人啊？然后跟你自己人。来来来，都不要跑。来，过来。那、啊、我们今天干嘛？聊天。啊，现在还没那个呢，还没解封呢。是十个人以上。对啊，你们这边有十二个啊？不一定呢，不一定。你也被开过是吗？没有啊。自己人啊。什么自己人啊？然后跟你自己人。他们晚上那边干嘛？聊天啊。聊天。想跟我解封，出来透个气。本所于12日近午夜12时许。哦，接获民众检举，称公园有群聚聊天请示。经警方至现场稽查，发现公园内有12名少年，趁即将微解封时，相约在公园喝饮料聊天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。台湾最温暖、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